欢迎主持人艾莉克斯，还有子玉。所以你今天非常非常漂亮吗？是的。然后今天是游乐园的一个造型，所以戴上的是我们的米妮的这个耳朵，是不是？今天就是有米奇的这个感觉。我的耳朵呢？不行不行，叫头发没搞乱，我喷了他一整罐的那个发胶。我刚好像在休息室，要我们在厕所里面就再喷再喷。好了，大家好 ，Are you ready？ 耶、yeah. ！这边这边，你们准备好了没？声音好像有点不够。对，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今天要抽奖，谁要奖品？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透露一下吧。今天最大的奖，我刚看瞄了一下，好像有15万的现金，谁要？这样就有人要。OK，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游乐园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所以马上呢就要欢迎我们的一些吉祥物了，是不是？对。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呢有特别打扮成符合我们今天嘉能游乐园的吉祥物，像是有米奇啊、米妮啊，任何我们的卡通人物，对，还有维尼熊啊、跳跳虎啊，都在外面，都在等着，是不是？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来进场了。好，来吧，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全部的吉祥物 ，Here we go！